其实真理并不是你口中说散就散的，事情发生到了自己身上就能体会的。时间滴答滴滴答，也不愿放下我对他的牵挂，他对我的惩罚。时间滴答滴滴答，或许无人记得那颗一束花。我说我很想他，却得不到回答，强求的坚强被时间融化。他还爱我吗？或许是我太傻，内心的感觉要将我融化。说我很想他，不愿放下，说好